孩子们活蹦乱跳，爬上爬下，这是嘉义竹鹿社区全新的游憩空间。嘉义县政府近年推动打造特色公园建置计划，在竹鹿社区的新公园日前也完工了，不止设备齐全，也更安全，让家长放心，孩子也能开心玩乐。设施它安全措施也做得很好，然后又不用跑太远，在家里旁边就可以看到小孩子在哪边玩了。竹鹿社区特色公园投入600万元，整顿竹鹿社区公园活动空间及分散的原住民艺术品，是兼顾长者运动及儿童共融式的游戏场。它那个公园比较缺乏那个儿童的游乐设施，地方希望我们做一些儿童可以使用的设施，因为再来就是老人，因为大概嘉义县现在老人化也比较严重，所以我们大概设施的设置方式都是考虑到老年人跟小孩子可以去活动的一个空间。嘉义县府表示，目前计划斥资了1亿8000万，除了在竹鹿，也在埔子、水上、竹崎等多个地方规划多功能运动公园，希望供民众优质的休憩场所。原视新闻南部嘉义番路采访报道。